个建筑主要是一同复啊，发出了复发的响亮，里面就在修苦修难当中，那些新歌啊，就催所带来的苦难。那么的毕业又直接到主要是各种的新的响亮，感谢主要是毕业拿来同在这种一个欢迎，另外就两次到的新响亮、的新想法，还存在想法的连接，我就把一下时间交托祷告奉救主要是的。好，弟兄们，早晨。好，感谢主，我们再次来主面前见面，来主面前的同来分享，来主面前同敬拜上帝。好，弟兄们，今天一个好快乐啊，好喜乐一件事情啊。我今早先来到弟兄们分享一天，啊，你们大概那个信息已经讲来听到第八，大概黑了信息啊。啊，今早先呢，我开始讲分享的咩事情啊？哎，沟通啊。彼此沟通，哎，我们要来建立彼此有良好沟通的概念，彼此建立良好沟通的概念啊，那就来看啊，再好意思啊，用什么来啊？开始告诉你看来看电影啊，那短片用开始再来看它，看三年嘛，三年片。
而作用是并且更宽啊。很甚至有在听的可怕的这些何西亚先知啊，何西亚先知啊，你要在时间比较晚听，有碰到的那个先知是哪个？我有时候听到就是你前几天话很多何西亚先知，对不？跟你两何西亚妻子太太，那妓女啊 ，prostitute 啊，那个啊，干啊，同你讲，他爸爸他妈拢讲，妓女啊，还跟他反应啊，妻子和做妓女还能要你来做太太，我牛，愿意吗？不会的，何西亚本来现在好天性。好精神，好公益，好爱上帝，好勤俭在那边。你要亲啊，太太要亲的，俺看我正去你嘅，哎，你面去过了，这个太太，你会对你很重哦。哇，今天哦，你看他太太都给三万、三万、四万，只有你亲给你拿。哇，亲亲，那我说过了，兄弟们，你一定要给倒着头来哟。你还没到那里，还要去做，你还看不到的重要的太太，我没看到。有问，哎，你那何西亚先生，我刚上去，好像把阿买做何西亚先生嘛。不过矮啦，不过难啦，阿太太就讲到阿师傅，一个讲到真好可怜阿何西亚啊，好可怜何西亚，做阿什么东西，做阿好价值的东西，为何要这么干呢？为何只要表达一件事情，就讲上帝老以色列感恩，就好像很重要，以色列就好像个不忠的太太一样。啊，上帝最后在爱在心活，就讲到妻子啦、娃啦，我对你很忠心，供你礼拜的，供你拜拜偶像。所以，啊，可能小公啊，你咧送啊，送你出以前咧，就好早以前咧，最好用安那沟通的方式来去向以色列人沟通，建议也用安那方式向佮伊沟通。所以当时来看面壁，来看使用圣经的圣经也一样，有十个圣经就老保罗对保罗讲话讲，伊老保罗佮伊要带伊插回来哦。差不多只有光阴那个事物，你对太重讲，哇！上帝对于开始讲讲讲啊啊，所以啊，到了一回呢，一时在耶路撒冷呢，几位用俺们方式就光阴那个腰带的主人，俺光阴修行法啊，我试试讲来，他自己讲好悲伤，我就觉得我奇怪，怎么多自己做很多的工作，我就听讲没有。你爸爸到伊当年，我说个起劲啊，起劲来讲好咯，来讲你怎样讲啊？起劲来讲，你光台嘛，我用招来招去，硬去招来招去，跳来跳去，硬去硬去，做嘛硬个动作。你在外面，你让我跟你讲有，你得可以拍啊。啊，你讲我们说出来不讲啊。我们是这么招来招去，你是爱上招来，硬招来硬死嘛。这么个硬个动作，原来，要怎么要动作要行？啊，先生带出了够明确、够清楚、够了解啊，所以今天今日在一个啊一个沟通课上面，够明白沟通。哎，我给你英文，英文啊，来，我们看一下英文讲到，希伯来书一章一到第一节啊，上帝最酷的事的故事，就呢前面多次用种种的方法，叫做先知向阿条的祖先讲嘛啊，上帝叫做先知。用各种方法用神的啊，向阿条讲话啊，就系上帝跟自家嘅沟通嘅方式啊。阿啲发觉到今日在沟通学里面，才发觉到原来沟通学里面有两种嘅方法啊。言谂型嘅沟通啊，言谂型嘅沟通，唔单止高明嘅言谂型嘅沟通，即系传媒啊、群体嘅沟通啊，也系用嗰两方面，就系言语啊，用言语，即系 verbal， 即系 language， 用嘅言语，让自己用回言语。就咩话语啊，咩词汇啊，嚟去表达嘅东西啊，所以咧两者用言语嘅表达，老语言语嘅表达咧，佢哋好多时要以为咧言语好重要，啊讲嘅话好重要，因为我哋每摆都去教人家，就是当然都是好少讲白话少，又喺度教人家讲，我哋用嘅词句，诶，我哋用嘅这个词句，要先对词，冇讲错话，冇用错词，系嘛？所以我哋听人家咁讲，冇用错词，诶，用嘅词，诶，有智慧啊。其实，我哋遇到其实喺沟通学里面，其实嘅就唔系最主要嘅啊。如果眼就大家同讲啦，所以我哋沟通当中，我哋面对面讲话啊，我哋让我哋嘅对象同我哋讲话嘅时候，最睇嘅样样，你看睇嘅图你就明白啊。嗯，我哋喺50%喺八嘅样样，我哋喺40%，我哋喺10%。如果50%好睇好睇，即系八嘅样样系乜嘢咧？缺身体原因啊，身体原因跟人有有50%表达出来啊，就跟通俗啊，跟面前的表达啊，
一个眼神嘅看法，一个爱一个啊一个身体嘅原因啊，系50%差50%，咱只在40%嘅话呢，上跳，声音嘛，爱只跳字好不好看？所以今天讲完出来，今日人按讲嘅呢个呀，手机按拍按拍发达啊，或者啊，系 CD 一按过哦。这么讲，那你很好多人一样来说，像看那个 FM 啊，哦，看天台呢，啊，好重要一样事情，怎么讲呢？因为天台广播电台给你的广播声非常的亮，好一样的啊。所以你做广播呢，做虽然很重要，还要不能缺乏大家训练。所以那个示范的训练就是发音嘛，好重要，发音哦，发音好重要。那个是发音发出来的声音，该那只 quality 啊，那你要一样到听讲喂啊，你要表面注意。啊，这个上调，这个上调高，啊，你大粗，啊，你细细上，啊，细细上，哦，你晓得，啊，那个就是上调啊，那个滚的声音，一样到这个发声呢，虚是发声，音那个是发声的嘛，概念，来词汇，可能好听着吗？哎呀，讲个西安啊，你说现在西安那个样貌呢，占有10%破。你不要太奇怪啊！今天要到我所讲啊，你想得清楚。第一，你讲乜嘢讲？爱有几深啊？爱有几深？你知唔知？你睇哪几深啊？几深？做乜嘅？阿公有几深吗？阿舅公有几深吗？系嘛？阿三阿弟四公有冇几深吗？来，你睇我做乜讲几深？你有冇嘅？三条，三条啦嘛？阿表情，哎，最就是啥子？看到冇？五十加四十，九十八成功了。啊，好不行！别讲了，这样讲，门口啊，好狂啊，门口啊，哎，都门口啊，啊，好狂啊！有什么好狂啊？大狂啊！看人不拦住的样子，啊，你们看你讲相信人家话了没有？你说讲的词都不对啊，啊，词不达意啊，所以给观众朋友们接受干什么呢？看人家身体免疫，看人家嗓子，九十八成，接受公平。一个声音讲的话很重要。经常问我们遇到，我们眼睛就是我们遇到。啊，你好多时候遇到好多人，啊，你遇到好多人的邀请，不但遇到了好话，好话请，啊，叫他们讲啊，好好，可以可以，对吧？那我们出现呢，可以可以，啊，慢慢变一个，这个样子面面中一点，你看一样面上，好好，那是毛衣啊，毛衣，毛衣是有人家在大概一些是什么的，全家在给你问题，对吗？所以我就好容易答一点，我好容易讲话，我好容易讲听人家话。啊，到最尾时候，人家发觉到人家谈吐，人家谈吐唔对比的时候呢，人家就知道人家当然都有问题了。好，首先先问人家接受的那问题，你说讲咩嘢要去办啊？咩嘢做过要去听？哎，我好多时候变做个听，等于去听啊，特别姊妹啊，特别姊妹啊，拍拖的话，姊妹拍拖的话，啊，你点把个人姑娘仔都话你讲？哇！系中意你，系爱你，哇！听到都好过。你讲有啲妹仔嗌你讲，啊，有妹仔人就比较大大班头咩嗬？嗌你辅导佢，佢超唔会托你，佢超唔会托系咁嘅。你咩姑娘仔嚟讲，系爱你哦，系是个前导窗帘，啊，靓嘅，啊，好嘅妹仔嘅前导，冇面嘅，你我冇面嘅，我笑哟。嗱，但系妹唔要看，像他嗌你耳机听我讲啊，我讲系爱你，是个从冇面嘅讲讲。有爱买的，常常来讲就好。虽然不了解，虽然是读，虽然快仔，冇相关啊，一讲就爱买，所以就落去打耳。啊，最近条仔咪话你好多时候，我就瞄看，我就瞄处理那个运作国内话。所以他沟通里边，我就表达，然后接受那个信息，还是把学生去注意一下。啊，因为呢，我就讲到了，上帝其实在他沟通时候最明显。也要加出一个例子，让我们沟通。老师，你讲是啊，你把老师第一种提到第一责任，再来一个。在爱的Matthew 的名字，且加足他的名字，用哪个方法啊？到马西的时候，他就试下这个独生子亚斯来，就我们就要经验这个修复了这个复发，爱的为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我的圣经也解释讲其实我的罗马书5:8哎，来大家自家嚟查到第二三，唯有基督在我的患中催眠的时候为我的事，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啊！所以
主要是赐下平安的为俺的心呢，叫做嘛东西啊？还为了对俺的表达，去对俺的个爱啊，毫无保留的爱啊。所以讲在孝胎方面，靠爱沟通。所以讲讲沟通的时候，我就两方面要注意一下啊，两方面的沟通，我要注意一下。最后面，确实在传达啊，在沟通方面，你在传达，你在吸收两方面啊，你在传个消息，让现在吸收个消息。所以在创世纪，你看到上帝初初的时候，当然一刀子有面对个历史啊，一刀子有上帝开始表达起以后，第一次啊就放出，啊就好内疚感一点。其他方面表达好，就从第三章第九节讲，亚华对亚华上帝呼唤那里，对佢讲：人才来临。上帝呼唤亚当，同佢讲：亚当，亚当，人才那里咧？但是看到上帝全面的表达当中呢，在沟通里面，第一才是讲，同学，佢主动，还是讲主动。所以我的沟通里面呢，我讲有良好的沟通，一天天就主通。你冇听过传香吃饭，我妈呀是我两个重点，冇人家讲话，对吧？最痛苦的了，最困难的就是你们排到坐到坐位的，很冇便宜喂，冇人家讲话。其实呢感觉咩啊？两个重点在沟通咧，讲讲好多话，好好好，好搞笑啊！而且咧，他出一套一套好清楚咯，一套一套变来变去，先看先先，听到不停听到，很忙个脚，然后先吹出来时就变变变，有牙齿有问题，按住按牙都跳落嚟，冇嚟啊！啊，佢吹先吹冇耐少，一冇个讲话时就非常艰难过，哎，两集中间想两日难叫学，实在识唔到我中间不耐，点解会吹出咁嘅嘢？就以为以为在讲冇人家猜疑主动讲话。主动问你，你也冇主动的问对方，你冇主动讲话时候，自家受害啊！所以讲，冇主动的时候就受害。点解我在沟通当中，我哋一切一切一天开柴米主动，大家个老板主动，一天开主动柴米行动来去讲话，真系要讲话。喺度因为困难，因为困难，因为问题，又可以讲出来啊！所以宋天中的这些呢，看到阿当放出来离开的，行去到的方向去了。宋天行对的讲，阿当，阿当，你在哪里？讲出来，还是讲讲，讲出来。有冇个问题？讲出来。有冇东西表达？讲出来。有冇个空间？讲出来。有冇个意见？好多小姐妹在旁边说话的时候，好多时候我应该猜啊，因为很多不单止语言，男人也是一样啊，啊，因为世界在男人偏见啊，不单止姊妹们也猜，弟兄也会也猜，因为问题冇讲的，去坐一下台上，砰，要再拉一脚，砰，要再拽拽，啊，就讲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好粗鲁哦，人对我猜，怎么该唔教育我？有多少皮肉你来踩到两回哟？被他看到就啪一脚，哈哈哈哈哈！脚刚一上皮，乖乖乖，好，天天啊，脚在出去，好，脚在出去，哎，把皮皮啦，毛放出来。平常我给大家看下，沟通当中，沟通里面好摊开来做哦。看看你的问题，我讲出来；看看你的困难，我提出来。啊，当我跟初期结婚的时候，当我老师我来初期结婚的时候。啊！你要讲考虑一个课题哈，所以我哋课题里面讲到哦，眼睛到个时候猜到人会呀，啊！你要讲结论清楚咩？乜嘅事你猜到人会，我也唔知道。到底啊，你两个人有问题的时候，那下先提出来咧，啊！只不过就当然重复啦，系嘛？啊，重复要讲，哎，叫当然重复嘛，你敢做嘛？系嘛？你可以敢做，你学肯条啦。你可能对你爹嘛，我的姊妹嘛，对吧？我的姐妹讲，你爹嘛，哎呀，啊，叔公啊，你叔公啊嘛，你看到没？啊，行个匆匆啊，叫乒乓乒乓啊，我说身份证叫落来啊，身份证我都落来啊，我都落先叫乒乒乓乓啊，几位在办呢？哦，哎，我看到其他广告要实施啊，广告开始啊，我喊你搞做，哎，乒乓乓啊，多矮啊，看得上啊？爹嘛，那不高兴嘛，哎呀。你面派嘛，你自己笑啊，你脸啊脏啊，你妈给你吹来了，你脸啊了，好多情况就
啊，而家見見天用也有嘅，呢個面嘅出嚟易啲啊嘛，你只可以講眼白咧，眼白啊，你眼白都講啊，呢個係出嚟嘛，自己想啊，係咪？係咪啊？叫就係叫拖還是一床上？咁一下啲後果好多問題就係嘛，後果好多問題就係啦。到時以前佢哋講，我前頭副教授加後前排，好多時點解你覺覺得咧？從我哋將污染裡面覺覺得後果就過關或者咧扶持離婚咧，啊你可以啊支持佢傾頭嘅，但係一時傾頭是要前過嘅，做乜嘅咧？因為佢哋好多公司都係接一接到時喎，分招唔到，分招到，對方又提出嚟。本就是在那里跟他们说大话，那里是说你不爱辅导他，啊不爱辅导，那个不爱，办法，只有办法嘛？你自己要决定要做埋落，哎，你要帮忙嘅，啊是做埋嘅，啊，好多时候离婚嘅国外嗰啲帮到，还以为佢哋要对钱太久，对钱太久，那个好杂好杂，到最后一时就已经还唔出，还去往事。你怎么想嘅？都系人看嘅时候，当一本书啊，特别咁叫时候，啊你浪费钱，啊你下集嘅天。阿拉天都知道，當阿樣事情發生嘅時候，當係猜到阿妹，佢等於猜到阿妹嘅時候，係猜到阿妹捱唔起到咧，我咪，所以你個覺得痛，你覺得唔舒服嘅時候，你愛主動嘅提出嚟，你愛主動嘅講出嚟，你講出來，阿你一切解決，阿你講邊啊？你主動講，你捱人家反應，阿提起翻嚟對唔住，阿時間好快嚟嘅嘛，阿睇住佢講對唔住，阿時間好。哎，好宝贝，你理想？啊，三百四件哦，好简单，好有用哎，双重用，哪里对错？对也含不上，我讲对不出神了哈，也对不出神，讲成对方哎，一头顺便就把你比完了。啊，你讲对不出，你讲 sorry 啊 ，sorry 神，你讲 sorry 只有你啊，这样就好了吧？你冇讲 sorry， 就那一夜那个关头啊，那个芝麻就不开门哦。对不起，爱沙拉斯非常非常好用啊、哦！所以说，人夫妻关系、所以沟通里面就讲很奇怪啊。但是你对，你很可能很对的，那么你双方到底的感动就会对不住，对不住里面因为你做错，对不住因为你双方的对方，那个讲到爱的信息的问题，双方双方就讲对不住。好、哦，所以一万二开始两个人做，每天做错的那讲对不住，那你们对方就双方很难说爱的，那就讲为这个双方感动讲对不住，那几个跟老板对不住。我跟你講對唔住啊！我跟你講，我嘅上海人對唔住啊！我上海喺我度練習啊！你問嘅上海人人啲嘢，喺我嗰度對唔住啊！所以嗱，嗱把事情講清楚，拉下受到傷害，就要才主動講出來啊！才主動講出來，睇住個講老闆講出來，講老闆講出來。跟你旁边人讲，你从上讲出人的问题来，人的问题讲出来，跟旁边人讲，啊，我联系他，他讲出人的问题，一般都是讲出来，或者估计，啊，或者估计估计，一估计都骗出来哦，啊，一估计就都骗的哦，哎，那么你那心中那个蛋糕啊，同样一样啊，那个一样啊，对，可怜了，没师傅了哈，好可怜，哎，估到出来的哦，所以那就知道啊，那就一言蔽难，够聪明的嘛。做乜嘅语言变难唔常嘅咧？咩马来西亚全世界都可以用，你做乜嘅咧？因为语言把嘅嘅老手全部发出来，全部发出来，难嘅咧就谷在地位，谷到就偏啊！我叫你先提醒咯，先提醒咯哦。所以讲，虽然我们刚才讲啊，你要一切包哦，一切过程啊，你问题讲出来，好啦，刚才讲，你是讲我中意啊，刚才咧即系讲要可能我把你讲啊，我要重要嘅叫做，我哋好用需要自己。就喺度坐喺度講話，喺度好似創創坐喺度講話，創創坐喺度講好啱咪好？好中意坐喺度講話，要講甜嘅話題。哦，點解咪喺爆時有好似嘅間天，喺一天咧要叫痛哦。而另外嘅四分集要好間天，一天咧要叫痛。我兩叫痛咧，就齊主動一講出來，一齊主動一講出來。但係我哋啊，所以嘅叫痛，我喺起步就喺啲時間，每集做做嘅，所以主動。要把你的问题讲出来啊！所以第一，啊，你要主动讲出来的问题。啊，你到了地步，啊，你夫妻两个人面对改变时，啊，心情不怕一老一白讲出边一只，啊，你说心应该两处看，前条婚姻该扶他，啊，你前边做过，啊，你以后也会做那个需要，啊，
了前的文章，我们圣经该说的两处来提到我们。啊，这么干工作呢？哥林多后书，你想看看哪有圣经了吗？你会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啊，你翻到圣经啊，你带到圣经来，该有福华的了。所以我想依赖那个了。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那个你毛圣经拍过了，已经有背下多少个了？你话本圣经都有背下，所以看看通啊，通明都了。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按住讲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上帝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所祂所施的安慰，以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啊，听什么？你讲有婚姻，你当问题不看，怎么讲呢？上帝会安慰你，怎么安慰你呢？当然，你心头的主动讲出来，你心头解决的时候，你会得到安慰。当你得到安慰的时候，就以后处理人家婚姻的问题。你接下来也要帮自己，还有需要的处理人家的妇女干部的。所以我们今天听讲呢，好多人在事故里面骂的、判罚、服侍的，给他帮助的，没有没那里开读书的，没有没那里冒通过信号，没有没那里冒啊专业该那种该教他，那还有没那里处理自己问题的时候冒主动的讲出来，一切就改变改方法。时间后面主动的前条解决的方案，所以今天我们两个看到我们有问题时候，哎，大家一样哦，也经常解决那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要主动的讲出来，前面的主张也好，长老也好，那个树立的良知也好，主动的讲出来，前条解决的话，你会感觉到其实好很难的，所以误会罢了。好，来说过去的啊，请求一个辅导，过去辅导里面讲到，好干嘛呢？你是真的误会罢了，忙卖东西的，他的心境是很好的，两个哦，目的的在讲错话，表出去，讲到东西，对方误会啊，又可以变化，都更干一点，所以辅导里面讲到非常的强烈啊，所以你那里夫妻，那夫妻，那不是那里夫妻，改天去那里从问题里面救出来，所以你那里两个可以上去使用。也可以幫到其他人的婚姻問題，所以要時間行出來。弟兄姊妹，遇到的問題，遇到困難，不單止工作也好，社會制度的問題也好，要主動，也要講出來。開始講主動講出來，太難了，我不敢了，太難了，一三，主動講出來。董老闆，董老闆，太難了，我敢了，一三，主動講出來，主動講出來。啊，冒考冒考试，你讲出来只有你解决的问题，你都晓得，让人帮你解啊。因为呢，咱现在讲到在吸收，你讲出来就传达个消息之后，还有个收摊啊，还有个收摊之后，还有碰到在面前他们那里，他现在又叫他们好熟悉在经过。来，现在讲，刚刚说一招是叫做一二三，啊，其中一个利用我们，你们要遇到，你们都应该快快的提，慢慢的说。慢一点，公路啊，咱们当我们探东西的时候，先给公道一路来讲咩？你讲咩？夹探我，你哋咩通探来英文？哎，开通来直接英文咯，看好白，那你唔好应用。那么探我，那么夹我，探要夹咧？你讲夹，还是探要夹啊？你讲慢啊，那么探要夹咧？哎哟，那你探东西被动的嘛，哈，被动的嘛，探个，你讲到慢。哎，没看慢吗？你讲到夹，哎，没听到夹呀，还冇。所以用在在现在讲好时间，好事，好重要工作，就慢慢的讲。那么夹都夹不到呀，特别用在在轮转过程里面。哎，讲到夹的，你就听到夹的那头头哦。哎，你讲慢慢讲，所以就听到听夹的听到，你跟人家讲话的速度来听。后来，所以呢，这边的事实，上这边的淘汰的提示啊，原来啊，今天的很多事情讲，原来那么个呢，我就夹夹看，我来看呢，啊，你眼睛来看 ，listen with your ear, your eyes 啊 ，listen with your eyes， 就用人家眼睛来看，用眼来看，我只能用耳机啊，我用耳朵来看 ，OK。所以呢，这个选择的啊，这个用个叫做什么？用眼。所以講用意見，賴澤嘅官員最強嘅，看
汤。你讲，看，看你非常强啊！你看你怎么样？你看见了？看到你买东西啊？哪个东西？叫债，叫多少？我给你解释。做干那点，我干干多。哇！你全部看到啊，经济三点钟头又看到，买颜色又看到，中间那个地方你睇咩？又看到全部看到，你叫叫啊！你傻啊！然后半秒钟叫，啊是啊是啊啊秒秒哦，这样啊啊一下子见到，给你看到清清楚楚，听讲没？看用看来看东西，哎，到假呀，听讲没？所以我哋看人家讲话时候，啊看假不看系咩意思呢？就是我用眼看，看清楚的，你就看到好清楚了，就夹起来看了。今天讲话的福音历史中，第一十八到三十一节讲到，因为我们大概本身，你到第二章没有看到的大概故事哦。那大概用这个例子呢，然后就啊，浪子回头的不同哎。那大概故事讲到呢，也是讲到你因为你们用呢有长眼皮，用这个例子，你对着他来讲。孩子啊，你今年到葡萄园去做工吧，你讲该唔中意？但是有人呢，我会变得主意就医疗。父亲又照样一吩咐小儿子，小儿子说：“父亲，哎呀，你爱哎，你弟弟啊，有人就不努力。”那两张案子，请问那一张看牙打的话呢？我讲太赖子啦，为什么？最重要就是那边讲重要，还是喊更重要？所以你的狗呢很重要。你看看他在说什么的，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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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新孩子哦，这个好看，你看你爸爸跟我一听他呢，你说呢他哪里跳有没有跳的，哪个人做的，哪个人会做的，你看他们好好处的。那看来子他在说什么的，不过你听了又会了又会了，哎呀那医好了，我们的老爸医好了。他注意就主要是就问那两张赖子赖子看吗太干一些哎呀你没看吗我还歪没看歪没看没啊你给动画是叫妹呀我注意就赖子看吗你给他喊空看吗我注意给狗就给他喊空喊出来你做完做看吗没你给他表达所以你给你问的是有好好没你给他表达那最后喊出来的动作很重要所以这种想法呢给你那就传下来沟通的看你的广发时候跟大家对你的表发时候我注意的就是我用眼的我用眼的他都是有没有看到到清楚你都是有没有高飞的时候就到头辛苦的时候呢就看到店长会同埋，同同埋报告，报告一件好不好的事情，你讲，有啲会有啊，所以好注意，我唔该讲那个废话，讲埋废话，讲埋总数啊，喺行会好死会咗样，喺行会好啲就讲嗰种创伤讲法，但系时态咧，佢做埋咧，佢好多对唔住上面，对唔住会有嘅事情，做埋咧，老，佢老人家嘅同工翻感染，老人家嘅同工翻感染，但系你知道咧，你咩嘢同工讲嚟谈？我在巴黎面都买票，给他牧师总牧师老弟办感恩礼啊，好内疚，哇、哦，给他姊妹，吼，他们讲到达地步呢，啊，经济上在一只茶店，咣，会有感觉用一扎的汤面，咣，连两大些个总牧师阿老，给他姊妹阿老在那边，咣，哇、哦，给他会有看到的好感情，上来提报，哇、哦，居然，哎，甚至有搞到讲。乜讲啊？你啲咁嘅假嘅都唔讲，阿姊妹两边讲，假嘅讲我多边钱啊嘛，我多一毫钱啊嘛，又嚟出嚟存出嚟咪？你多多啲讲啊，都边假都边钱啊嘛，你钱先我交，你多啲讲啊，假都边钱啊，又嚟出嚟衡量出嚟嘛？哦，所以你姊妹睇佢好担心哦，所以你表姐睇佢向埋嚟投靠，所以睇下大家事情之后，哈哈太笑了，哈哈哈哈好幽默嚟讲，好幽默啊，快啲！咁咪吞公司時候，咪用眼嚟看，咪用眼嚟吞，做乜咁嘅？咁啊，天嚟講，咪唱一條《Playboy Man》。
那前面跟你讲做碰撞，那像那种内观众的好发心，我跟你有里面冲到了观众，我话好甜的，冲冲俺用你那边，嘿嘿，你看清楚，那个姊妹的行为，那姊妹的碰撞的严格很重要，那个姊妹好三公司的好情绪化一点，我家朋友有没有好啊？你看看，老皮比较，你相信了哈？再来讲，你说好，说起来。慢慢听我讲的，有几位？所以你听我听到，我总不是乱讲的，有没有？冇啦，你讲啦，冇噶，相信几多话？你会点怎么？你用眼嚟看嘅，啊？用怎么嘅？你用嚟看东西，用眼睛嚟看嘅，你看都看得清楚咯。啊，你用眼睛嚟看的时候都看得清楚，看唔相信啊，系嘛？有几位？所以嗰两姊妹要随时行出啊，所以出去打啲嘢，困难嘅时候要好难。要做的，来，俺要比较，俺要冇比较，因为俺的看东西，俺看东西，还用眼睛来看。所以我家里人讲，俺的要看东西要用眼睛看，俺家里人讲，家里人，我家里人就咪讲，俺的要看东西要用眼睛来看哦，我唱意见哦，意见来看到，哎，五十八岁，哎，用五十八岁，哎，用眼看哦，用眼来看，所以用什么来看？看到好多的意哦。被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姊妹，就喺里面讲一句话，别吹，别吹埋老，我做朋友，啊，老也好，啊，温小组，甚至讲，温教会，你牧师别吹啦，系啊，唔怕教堂，唔怕教哦，所以大家，大家牧师讲过就系，大家嘅例子嚟讲，遇到姊妹，然后教会有牧师好，有好多人老牧师，所以有啲牧师，哎，又嚟讲姊妹，啲老嘅牧师讲话，牧师啊，我唔来啊教会。哎，有人讲开你讲跌出来，好爽快来，好伤心。那他们说几个人讲过的话，他几天爽快把我伤心，我就跟他讲。讲你说几年前来教会时，几点跑？还有没有欢迎你？还有没有光是你？我们一个身份证我骗死了，几点跑？还有没有看望你？还有没有为你祷告？我几点？当你的夫妻有问题时，我来那个屁长尿他了，光是你，你几点跑？哦，记得。当然，你要搞东西的时候，牧师每年做坏东西，你记得吗？记得。啊，你们把事情搞下来，还有了就要啊，就问你有什么问题？俺们要你那个要救吗？哦，救了，还记得？救了。来，牧师来了。今天熬夜就救了，救。啊，没，俺好牧师来救啊，好嘛，救。对，用俺们救。我老公讲了，好多事情。讲下啲计划，揸啲计划嚟催眠，啊啲错咯，都唔用眼睛嚟看清楚，啊只人家行通，啊只人家行为，啊只人所做嘅东西，你看啲冇咧，已经很了解，做咩不要啲计划，就变到全部都取消咧。嗰啲什么？啊啲好多时候听到人家嘅闲言细语，嗬，好多时候讲下啲嘅辉煌嘅话，不错，过嚟嘅话。好爽快的我大家就不明白讲明好爽快的就是我以后把你会看到感冒的时候有没有看呢我用眼睛来看用眼睛来看看清楚爱着你还没按用用用用啊你有一点用个公司会啊公司的话我们装到干嘛开始你要出去嘛开始还有什么开始用眼睛看一遍睁大眼睛看清楚还没按个事情喺咩字嘅事情嚟用？喺只咩会议？喺咩行动用？喺只言？喺咩眼用？会议？喺咩行动用？系看清楚啲。所以当我用眼睛嚟看嘅时候，我哋会看到个强点啊！我哋会看到个强点，我哋又会慢慢嘅通路啊。当时嘅观念呢，就看到个强点，所以意思就话看多啲。你如果你看到多咧，就会跳过好长嘅时间。丢个好处的时间，你看到一只人嘅行动，看到一只人当面做事，看到一只人嘅跌下喺路面用嘅，以后你看到我嘅要滚到咩嘅嘢，你时间后面拍，到底一只人所讲嘅正确唔正确？啊，你好多嘅谣言，好多嘅思虑，将来要改变，一只人心中嘅伤害，也系你要改变。当我哋用眼睛嚟看嘅时候，就系我哋看一只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啊。所以我们用一个看一个非言语的沟通非言语的沟通对我们的印象都浅浅
所以我们开始在看的时候用非言语沟通，我们会看到清楚，我们好多的误会会改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跟你沟通，你是沟通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来去主动啊，我只讲保安，我主动告诉你，坦白的，我看见你所讲的，我给他行动，你帮你指，哦，看见的东西，我们所看见的是咩一样的。咁我哋溝通啊，嗰時候有兩個溝通時候，我哋會解決我哋當中彼此嘅誤解，啊彼此嘅唔好嘅做解決。那你開始啦，開始啦，開始啦，講啦。今日點講？我哋講三點，每年喺度啊，非常良好嘅溝通站。點講呢？在點講？在創造世界嘅宇宙之中之前咧，老師用兩句話跟大家去面對溝通，知道唔？你不讲，跟人哋比较紧张，我又学识双啲嘅叫嘅方式。阿廖老丁就系跟外国老叫同，到我哋要建立一个好嘅感情。用啊双啲方式，阿廖跟人哋比较紧张，我要从阿廖嘅相处都好，从阿廖嘅夫妻感情也好，我哋开始就到我哋要建立一个良好嘅叫同感情。啊，大家听说，我讲叫做咩事咧？